刚刚砍了起来啊。你们又看到了是不是？等一下我去问他是汉族还是藏族吗？需不需要问？我觉得不需要吧。他有些网友他说他是藏族。
不稳定呢，怎么回事？人太多的原因吗？网络怎么这么卡呢？我感觉有点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网络好不好？这边现在又有波动，把我母灯都举到后边去了。